蚯蚓。乔治讨厌蚯蚓，他不喜欢触碰它们，他甚至不喜欢看到它们。呀，有只蚯蚓，我讨厌蚯蚓，乔治尖叫道。什么？你讨厌我？你也讨厌那些美丽的花吗？蚯蚓问。不，我喜欢它们，乔治说。好吧，那么你也必须喜欢我，我帮助它们生长，蚯蚓说。乔治从没见过会说话的蚯蚓，但是他还是不喜欢蚯蚓。我是个大挖掘机，我挖洞有助于空气和水进入地里，蚯蚓说。植物生长需要大量的空气和水，没有我，植物没法生长，蚯蚓自豪地说。但是乔治还是不喜欢蚯蚓。我还为植物们做饭，蚯蚓说。哦，真的吗？怎么做？乔治问。我吃下由植物碎屑和细菌混合而成的土粒，它们进入我的身体，再从另一端排出。蚯蚓说。植物们吃你的大便，乔治笑着问。说对了，这被称为肥料，蚯蚓说。但是你这么小，一只小蚯蚓能帮多大忙？乔治问。乔治不知道蚯蚓不止一只，甚至在乔治的小花园里就有超过500只蚯蚓。我所有的朋友一起帮助你的花园，蚯蚓说。所以你还讨厌我吗？乔治害羞地说。不，但是你很脏，很恶心。我不脏，我很干净。摸摸我，蚯蚓说。乔治小声说。来呀、啊！乔治小心翼翼地摸了下蚯蚓。看，我没有那么糟，蚯蚓说。你确实很软，乔治承认说。现在乔治开始喜欢蚯蚓了。但是蚯蚓，你没有骨头，乔治说。是的，我没有胳膊和腿，我不需要那些，蚯蚓解释道。哦，你不需要那些，你怎么移动？乔治问。我全身都是肌肉，我用它们在地上前行，看。你去任何地方一定都需要很长时间，乔治笑着说。是的，我是一个缓慢的移动者，但是我很喜欢你的花园，所以我不想走远，蚯蚓说。好吧，我很高兴你在我的花园里，你是个很棒的帮手，乔治微笑着说。记住，蚯蚓是你的朋友，蚯蚓说。我会的，乔治说。Little Fox